First blood.他怎么一直搁那点信号呀？谁点的呀？卡特，他忧国忧民的，我看。那凯隐不是在上面吗？我跟他互 A 一下，很痛的，他打我。妈，漏两个刀了。我护 A 一下，感觉是会亏一点点小血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用红刀去回血嘛，无所谓，反正这把带的。A 一下，这小兵用 Q 吧，我坐在野，现在是打野打河蟹的一个时间点，虽说。大哥，我这么固的啊，还给我让个人头，这男枪是个。一般玩男枪都不会给人让人头的呀，按道理来讲。再弹一下，再弹一下，再弹一下，找准他们的位置弹，弹一下，弹一下。你看这种换血其实有点无伤的，不是说你把它定住了，你要走上去跟他 A， 你把它定住了，你通过弹小兵 必中，知道吧？必中，必中之连招，必中之消耗连招。你要说阿菲琉斯有什么技巧，有什么连招什么的，其实没有太多那么复杂的东西，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，知道吧？像这种压制，他受不了了，定住。OK， 走了。好，他已经急了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你知道？这他妈的玩个大嘴好难受啊！我他妈在后面躲的很难受，知道吧？他这把锤石带对敌人天赋都没有用，知道吧？这个版本你要大嘴的话选出来，你要不把他越了吧？OK， 好扛，这波直接推了走吧。大嘴开 W， 一般来讲大嘴开 W 就不要跟他 A， 知道吧？不要跟他 A， 就正常情况下，大嘴开 W， 你就等他 W 过了，就跟老鼠一样的，你等他大招过了，你再跟他 A 就好了。能打得过直接打，打不过就先避开他强势的阶段，知道吧？他真是虎啊，这个大嘴，发现他真有点虎。他这样自爆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知道吧？他这样自爆是会让他很亏，有很亏的情况在的，知道吧？他这种自爆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其实我可以找点闪，但是我觉得能打，主要是这波没蓝了，知道吧？哎，蓝应该全杀了。
我他妈的在截你妈截。我他妈的我也气死了，我这个菜逼。我他妈的我气死了，我真的。我真的要气死了。我想走走出去然后再解，你知道吗？结果解了之后再走出去，那个锤石的大招你们知道吗？很烦。大嘴足够了，知道吧？随意拿捏这种分段。Hello？ 好。我的妈！What the fuck? OK， 下一把。